我选彩带超人。哇，很强哎！对呀，真的是太强了。被打扁了，又被打扁了。看起来好新鲜。呵，打败了。对。好像还会动耶。是啊，换你自己被打败了。嗯。还是我说彩蛋。情味和新鲜的食材。要就变成这样。为什么要变成这样？每天都让他忙得不得了呢。看下螺旋彩蛋，滚，滚，滚！打死的，滚！他的妈妈会不会伤心呢？啊？是黑色流水彩蛋，因为他们是坏人，不是坏人，他们是好人。可是你这个好人很凶耶。对啊。为什么好人这么凶？不是坏人。你是坏人哦。哇，你看，妈妈又睡着了。你会这样子吗？哦哦。